你干什么呢？啊，哎，你小时候干什么呢？你看什么呢？你咋那么恶心？你咋那么恶心？啊，你咋那么恶心？看看，还好意思？你好意思吗？你好意思吗？你怎么小流氓啊你？你是不是小流氓？你是不是小流氓？啊，你是不是小流氓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小流氓？你搜圣经干什么？你告诉爸爸，你圣经干什么？你圣经干什么？我涂抹小奶儿。你好意思吗？啊？快点，别废话。孩儿他妈，你看球宝干什么呢？这样的，快点。白宇。快点。白宇，你是谁？快点。你让妈妈看看啊。白宇。好了，九宝不许弄了啊！爸爸站起来了，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还背？谁背你？你看哪太小了。走。啊。